你在逗他吗？你别录我啊！嗯。生气啊。嗯，嫉妒了，嫉妒了，赶快，赶快！这谁跟谁似的？老二跟小五。你嫉妒的。摸摸，都摸摸啊，都摸摸。嗯，不偏心，不偏心。哎呀，哎呀。谁这么加声加气儿呢？老二，可会坑你了。这是谁呀？这是谁呀？小四是不是？小五，小五，小五，小五有特写。嗯，好漂亮呢。轮流啊！你不给他们轮流还不乐意呢。老二。嗯。老二会摆姿势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帅哥。嗯。帅哥，帅哥，好嘞。下一个谁？你。小四，你最秀气了。小四，嗯、小四。可不是呗。小四。嗯，下一个，下一个该谁了？老大，这老大蛮漂亮的。老大，嗯，就是耳朵出奇的大。老大，老大，大耳朵，大耳朵，大耳朵，嗯、像兔子耳朵，怎么给咱们弄？像只兔子。小三儿，小三儿，掏奖，掏奖。哪儿呢掏奖？这儿呢？哎呦，掏死了你掏奖！看那个大肚子，照着掏奖的一只半耳朵。掏奖掏奖掏奖，掏奖掏奖，嗯嗯嗯。嗯，下边有不愿意的了，赶快放下。嗯、没了，公平啊，一人照一把。行了。还蹦的蹦，瞎蹦啥呀？嗯，哎呀，完了完了，扣扣完了，跑，赶快，扣扣也嫉妒你，扣扣快跑。把这耳朵给翻过来，这个。嗯，等一下，我听谁盯着镜头看？你看，小四儿，可会摆姿势了。嗯。你是谁？
小五，挠痒痒。嗯。还老三。行吧，由妈妈结束吧。